当僵尸的因素达到天际，撑杆僵尸。哇哦，刚才跑过去个什么玩意？高建国说我来。各位小伙伴可能不理解了，为什么高建国都挡不住撑杆僵尸？原理是这样的，因为移速的原因，导致撑杆僵尸起跳就很远，如果移速慢一点的话，就会被高建国挡住。虚假的大蒜，好臭。真实的大蒜，什么臭玩意溜了。高速的僵尸 vs 大嘴花，因为太快了，所以咬不到。五条悟 vs 高速的小鬼头，